亮哦。嗨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我是快乐。我是小六。来，我们今天搞个牛宴。今天来大山哥这里蹭吃 啊，有牛蹄、牛尾巴，还有牛皮、牛肚、牛肠、牛肠，还有牛欢喜啊。来看看这些牛，刚刚烧好了。有大，有小，有皮。这个是牛水牛的，这个是黄牛的。重要的就是这个欢喜。好，我们抬进去。烧好了，我们抬进去。抬进去烧一下，洗一下。我别，大不大的甩，慢慢甩。我这个滚下来。小六辛苦啦。没有，辛苦啥？我等吃的。六个大牛角，还有牛尾巴。大姐，你这头发就过年了，因为现在剪头发也吃一顿小六，太辛苦了。剪头发，他也要春运了，我都哎呦搞不懂，我本来想。哎呦。做牛角。哎呦。放去焯下水，焯水的时候放姜酒先焯一次，把焯了水的呢，现在我们关火，然后把它捞起来，再过冷水，再去洗，把焯过水的呢放进这里洗了之后呢，再倒进来，再放过来压。我们现在加点这个香料，这个是香叶，这个是陈皮，有八角，有这个甘草，这个是白芷，七星烧的。知道啊，不走了，看大山哥的煮大餐。把它挡住，然后呢，绑住放进这里，然后呢，加点盐，就是让它比味。再放去压，放上去压了20分钟啊。那我们上高压锅压了半个小时之后呢，我们再拿出来放回材料去焖回来。焖了之后呢，我们还要继续放材料去焖回来。起锅，准备开吃。看到的流口水了，撒上葱花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是啊。哎呀，准备开吃啊！想吃赶紧过来。丢的难的，碌碌工啊！来了，开吃哦，买有菜哦，只有一个牛角。六个牛角，一个牛尾，还有一个没有。哎，小六，吃呗，吃了不？七了吧？嗯，快点七了吧。嗯。你不吃我就吃一碗了哇、啊！端了一天在那里，要吃多点吃哇、哦！这个绝对是牛蛙精，绝对，绝对是。长什么样的？吃掉了。好嫩。小朋友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太多。你们那边够不够菜啊？够了。这边要有一桌。